你们是不是很想念出国哎？泰国的 feel， 它的面包很暖哦。我给你妈的，我吃巧克力。小鸡猪嘎，哈密达。我们今天要去 Family Mart， 因为在网上看到有好像人家 share 新的产品，就好像你去泰国啊 Seven Eleven 那边啊，它有那个 burger， 看在这边 OK， 然后就去买咯，小妹是吗？对。OK， 我们就去买了，然后分享给你们看看。所以好不好吃？嗯，值不值得买？对对对，因为有的东西没有吃过，然后有就会怕不好吃，然后我们先 try 先，然后你们再去看买要不要买，嗯，然后这样才不会踩雷。我们先踩雷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不用出国啊，因为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去泰国的 Seven Eleven 了，对，都不用紧，我们去这边的 Family Mart。OK。我找到啦，这个是最新的，现在 Chicken Cheeseburger。 我还发现到一个东西， Family Mart 竟然有这样小的 burger， 一个 size 吧，我的手这样的，很小而已，这样小都6.9。还有新的 item 抹吉，有夹子了，在那边现在还在算钱，我们的这个已经夹子了，你看有猫眼，我们叫它夹子，我买了这个，它在等冰淇淋。 OK， 你们是不是很想念出国哎？就是可是我们可以在 Family Mart 可以买到要想要出国吃到的东西，所以就是这个不知道是来自哪里，可能是在 Family Mart 出新的，这个叫 Jiggy Cheeseburger， 然后可以叫它红烧，这是 Family Mart 出的咯，所以就有那种泰国的 feel， 就是你买了然后你可以去烘热这样子。新的这个，try me。好，第二样 Family Mart它也是有新的一个，这个是抹吉，也是新的，他们的新的 item。 So 它有两个口味，我们先 chocolate OK， 然后这个就有日本的 feel 哦，你可以好像飞去日本哦，泰国 feel， 日本 feel。 然后还有这个啊，你们也是知道这个很出名的，这个韩国的果汁，这很出名的韩国的果汁，这是蜜瓜哈密瓜，叮，去韩国一定买这个的。嗯，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，可是我去韩国的时候是会有买这个来喝。说这个，所以同时去 Family Mart， 我们就可以飞去三个国家了。叮叮叮，啊，这样子。哇，我要 enjoy 啊。嗯 ，OK， 试吃时间。要哪一个？当然是 burger 咯，对，它是新的，这个我都 try 过，这个没有 try。嗯，是 burger。burger， 来开看啊。哇。OK，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，里面有什么？哦，它包起来了的，哇、哦。哦，很贴心哦。这样子，是包得很紧了的，那、okay 啊、里面有一块，然后有 cheese mayonnaise 哦，它那边有介绍是有 mayonnaise。嗯嗯。有一个，我有拆在里面鸡肉，然后我就不要翻它，拿出来一点，拿这样大个，很大，然后拿这样倒反你们看。一个多少钱呀？8块多。八块多。哦。8.8块。马币。8.8。香吗？嗯，香。你们要有去 Family Mart 买这个的话，要记得跟那个 cashier 讲，你要烘烧。像你们去外国的那个啊 Family Mart 啊，还是 Seven Eleven， 跟他讲你要 hot。它的面包很暖哦。哇，好吃啦！暖暖，
很暖，可以值得买。我不知道它出多久，可是人们可是暖。继续吃。OK。嗯。哇，很暖的，很暖的呢。很暖啊。很暖，尤其像红烧了过后啊。哇，不错不错。可以买来吃，可以吃看。我们买是没有辣的，所以你们没有吃辣的可以买这个。还有一个是辣的。嗯，它鸡肉咬出来的时候有那种有味道感觉，我做不出那种感觉。你们要去买来试看啦。我总之是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它那个面包很软，很软，然后又里面有鸡肉和马油，也是普通那种意大利面啊，我蛮好吃一下。嗯。嗯，去买吧。OK。我们现在分享这个 Family Mart 的抹奇Chocolate。看好看。那飞去日本了。哎呦，它整粒掉下来。不好意思。香吗？果果味。给我嗅看。嗯，你去嗅看。很重的。果果味，超重哦，大力哦！摸起来的时候硬硬的嘞，你摸看，为什么样硬的？我不懂，是要解冻吗？没有啦，应该不需要。哇，你看里面，哇，很厚哎！它有那个鲜料啊，果果，太近就黑色，好像有点烫，味很厚哎。Oh my god！、外面是果果，里面用的是果果鲜料。哇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他这样看到啦，抹吉这样大力。嗯。OK。这也是他的新产品。好吃吗？不错。啊、OK 啊，可以值得买吗？有飞去日本的感觉吗？嗯，不错。要放一点樱花哦。日本冬天的感觉，冷冷。OK。OK。那小梅试看。好。很厚哎。嗯，小梅试时间。是不是要放暖一点啊？那硬的。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吧？我觉得。嗯，我觉得要放暖一点，才有比较像抹吉。嗯，因为它做个杯甜哦。好像大巧克力哦、对，它巧克力是不会甜的，我忘记讲这个，真的是不会甜。好像大巧克力，它应该是这样的 pattern 来的，因为它都不是放进冷藏的，所以它也不能解冻。我觉得它的太硬了，它的皮要给它暖一点，可能你们买的时候就要放在旁边给它解冻一下。嗯，因为它现在很硬，很硬啊，很硬啊。没有说很硬啊，是你对我来说是的，抹吉是暖暖的吗？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的 pattern 吧。啊，它里面的馅料就好吃啊，是。嗯，就看你们哦。我是觉得我是不会买，我买过一次我就不会再买。嗯。那现在它是新的 item 嘛，所以就买一次看哦。嗯，这个是个人口味的。嗯，对。OK， 就飞去资本的感觉。丢。好哦，我们飞完日本过后就飞去韩国，顺便飞去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背影都是在车上嘞？那吃的气氛是不一样的，跟你们讲。嗯，因为我们是准备飞去出国，所以坐在车飞着，然后喝韩国。嗯，很香。哇，这时候是不是要听韩国歌？韩国歌啊，我要唱生日歌吧，给大妹，生日祝卡，哈密达，好喝哦。嗯，这样，下次我们再分享吧，请记得留守我们的妹妹频道，按赞、like， 还有 subscribe。对，如果你还想看我们在。去试什么新的东西，就一定要 subscribe 我们哦，这样才一直可以 follow 嘛。不要这样讲闲啦。还有留言，拜拜。